今日么子帮你举行老师会来给我见那么家什么老师那边回家这啊什么在花车老师大老师我跟他今日么子老师大20年是20年当然没什么这次老大人是可以还是那个武士还是大家得穿着出去玩你的压住的楼啊啊，成都不大，丫头不像有个典故，他的丫头的什么哇？哎，最不大我念也是二楼书记的，进来什么楼子当年二楼子嘛是，哎，就那说什么的当年楼子阿姐，那你都不能接受，进来最么子当年单么子忙，那个时候你进来国家做单么子忙，那个时候你进来什么子单么子忙，啊，这个你进来什么的当年阿的，最么子当年还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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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当年进来楼子当年，不说那你。日本人在中国，你怎么忙去？跨年啊，这种。啊，日本人啥人是个？这日本人是跟哪个生活？一起多少班儿，一起来干啥？这是没说你，就是没作弊。日本人老师，一点来一点，我去，他特殊嘛，一起来跟多少班儿去？日本人跟俺俩好是平时日军的多，再呢，日本人干部说你日本的个脾气，那时候那边我按照他说吧。居民哥，老子，等你拿来好了，这个就是什么事？老子，啊，带个带穿的什么事？带给居民的等你拿去一解决，这都说是哪里用了？啊，带个带，老子等你等拿来，这做的不就是？那你也想怎么想嘛？啊，给他们都说过呢，什么老子等拿来好了，这个就是，这个你这居民这个不是好处呢，那咋都不就是？这个拿来这带回去嘛，拿来还是现在，谁跟那是？我是念不了，这居民的好老子，没老子给拿了，好了，就是干的啥也没老子嘛事，这是给你没老子的，你拿了就是就是白钱，没老子，可是这居民的好更都是我，这是给你还是给你啥，这是俺们这个老子不行嘛，你们这比那个谁是不行嘛。本片录制于2017年7月份，大家看到的前辈们手上的书也还只是样稿。目前我们已经联系了国内最专业的民族语言出版社之一，但羌语教材的出版问世还需要一定的出版书籍费用。正如我们以前说过，我们来自民间，仅代表民间，也一定会守在民间。我们无非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想用自己的方式留下祖先们在天空回荡的声音。如果您也一样，那该书的发行也需要您的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淘宝二维码，购买任意一件超酷尔玛文单品，爱心助力羌语教材。我们承诺，所有收入仅用于教材的发行。让我们一起把理想变为现实。